支两分炮，总共四分。郑陶龙这球打向反方向非常深远，出去了，这是一发反方向的全垒打，阳春炮帮助魏全龙追回一分，目前双方7-3，龙队还是四分的落后。击球瞬间的仰角还有速度，觉得有可能接到，哇，没想到越飞越远，对，形成全垒打。今天是没有风势的，对，这是真的靠他的力量硬扛出去的。本季的第三轰是一发阳春弹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第一时间右外也觉得有机会接哦，哇，没想到这个球退到全垒打墙，发现还没有空间，对，直接飞出场。这个就是曾陶荣的 raw power， 他的这种纯蛮力是很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基宏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加入频道会员，每个月75元，可以看到更多独家内容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